心吧，丽莎小姐，我现在很好。是旅行者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小可爱经常来探望小柯莱吗？他非常热心，之前在花城郭帮了我们不少忙呢。看样子小柯莱在须弥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呢。而且我也有努力认字，现在我已经能读一些简单的句子了。师父和须弥的大家都很关照我，不过我从来没有忘记蒙德的朋友们。最近我一直想找个时间回去探望一次。丽莎小姐，大家怎么样？都还好吗？安博好吗？凯亚先生好吗？秦小姐。小柯莱不要着急哦，等我慢慢跟你说。抱歉小可爱，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和小柯莱好好说说蒙德的事吧。安博怎么没有来？哎呀，我该怎么跟丽莎小姐问安博的事？我好混乱。